离开吉吉镇后，我就开始了此行这段翻山越岭的旅程。翻山的第一站便是位于山腰的日月潭，而所谓的山便是以台湾中央山脉为代表的横亘在台湾中部的绵延群山。这条庞大的山脉将台湾全岛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大东小，西部地势宽缓，东部则险峻异常。而这道天然屏障的最高点所在的玉山，海拔高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52米。即使是这样一道天险，也仍然阻挡不了当年的筑路英雄，这便是传说中的东西横贯公路，也就是纵横公路。当年为开凿纵横公路，总共有200余名农民前辈在3年多的修路时间里遇难，算下来平均每公里牺牲1人多，实乃名副其实的一条英雄之路。因为时间行程的限制，我此次骑行并不能体会纵横公路主线的全段，但最险峻壮丽的东段我是绝不会错过的。翻过台湾公路的最高点，也就是海拔3275米的五岭，就一头扎入了东段太鲁阁大峡谷的怀抱。这一段的纵横公路可谓是处处天险，想象一下，短短90公里，你便从海拔3000多米的五岭下降到了海平面的高度。而一结束纵横公路，紧接着的就是北边的苏花公路，这条风景无敌的海边悬崖公路。所以从地理风光层面的意义来讲，接下来的几天骑行将是我这次环台湾岛最期待的一部分。这样的环岛路线设计才真正的把台湾的山河大海都体验了一遍。然后有水吗？啊，水。有没有那个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棒。五斤好吧？一条。这个多少钱？10块。够了吗？拿4块吧。好，后面搞10块。这水多少钱？10块。50是吧？对。这里到日月潭还有多远？17公里，全是上坡。对。哦。那从日月潭到普里呢？日月潭到普里。差不多20公里，20公里是吧？哦，谢谢。离乐月潭还有1-2公里，哇，没力气了。巧克力棒，应该今天晚上只能住乐月潭了。
然后后面的行程我都不知道怎么规划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赶上过计划，都是鳗鱼计划，但是签证时间有限，所以后面就好玩了，后面不知道怎么安排。到达热月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想着这里是景区，住宿肯定不便宜，然后我又带了帐篷，而且出发前做的功课是说这边国小可以扎营，所以我决定去咨询一下。你们是骑脚踏车还是？对，脚踏车。对，要扎营的地方，我们这里是没有提供露营的哦，你等要去那个那个学校可以吗？学校的话我们不确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确认、哦，你可能要去我自己问一下学校，可以，因为提供给你们做代，就那个国小是吧？对 ，OK。如果你们要，我们潭区潭边，我们是没有提供给任何人扎营的，哦、对啊，然后风管处的话，他们会做取缔，哦，这主要是风管处在做取缔，哦，明白明白，谢谢谢谢。来，我拿这个新的给你。一个人吧。一个人。红烧拉面。红烧拉面。好。我找地方坐。先坐后面那边。好的，好的，谢谢。在镇上吃完晚餐后，我依照手机地图上的指引找到了街道旁边的明潭国小，校门口有路灯，里面却几乎漆黑一片，应该是已经放寒假了的缘故。虽然大门紧闭，但旁边还留了一个小门，由于没看到有保卫处之类的岗亭，我只好决定先从小门进去打探情况。进门后发现就是学校的田径场，然后在田径场的后面就是教学楼，只是此时的国小完全黑灯瞎火，看不到其他任何人。想着还有四五天就过年了，应该是所有人都放假了吧，时间已经很晚了，再去找别的扎营地也很不方便，而这里看来又找不到相关负责人。我决定就在操场旁边的走廊里扎营过一晚。尴尬的是负责人第二天早上才出现，一番解释后才避免造成误会。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ent, but I know where it starts.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所以如果是你要到那个周末哈，那个可能可以看附近的哪些国中小，你会经过行程，你有网路导航可以啊、可以网络上查电话是吧？对啊，不是可以这样吗？就是如果你经过可以跟学校，而且现在寒假嘛，可能多班们上班，也有可能整天的，也有可能，就是也会有执行对对有执行的老师在。周末的话，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因为这样临时就是会
也就是学校会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OK OK 可以可以。因为礼拜六真的不会有人特别留着。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麻烦一下吗？不好意思打扰了，好，谢谢。拜拜。嗯，拜拜。哎，阿姨，我可以把车靠一下，靠那里吗？可以。可以啊，谢谢。这里有早餐是吧？早餐前面有写，前面有写。哦。烧饼油条没有，换煎饺。你这十个够吗？哦，可以可以。我说这个饺子是怎么卖的呀？饺子怎么卖的？多少钱？50。50是吧？哦，可以。豆浆来一杯吧。啊。豆浆来一杯。豆浆。啊，一杯豆浆。对，一杯豆浆啊。啊，豆浆要小心啊。啊。好，谢谢谢谢。要不然翻倒了。吃完早餐后，我就来到了日月潭景区，这里果然是游客最多的地方。日月潭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湖泊。有一个事实是，对于大陆的每一个人来讲，他的小学课本里一定有一篇宝岛台湾日月潭的文章。在抵达日月潭之前，就有一位新疆的粉丝刘老哥与我联系，他是一位在日月潭工作的华语导游。虽然当天他在外面，但还是非常细心的帮我安排了一张游日月潭的船票。虽然素未谋面，但真的是非常感谢。哦，他已经把票放你这了是吧？对。哦，谢谢谢谢。记得有下去玩。我可以把单车放你这里，帮我看一下吗？你单车可以锁起来吗？锁起可以可以。可以，好，这样你。我推下来放这里。推下来放那边。放那个地方。对。锁起来比较好、哦。对。因为你如果没锁，我们就在忙的时候没办法。哦，那我放那个角落吧。对。好好，我推下来。角落，然后锁起来。OK OK。好，我先去把单车停下来，谢谢哦。放那边哦。然后这个坐船游览的话，大概一趟多少时间？脚都没有下船的话，45分到50。45到50分钟。下船的话就看时刻表。第一站玄关是，第二站尼达萨。第三站就回来我们水色码头。对。哦。我们等一下9:30。大概可以。一个小时回来是吧？对，大概不用到一个小时，45分钟，40跟50分钟左右，他就会又回到这个码头是吧？最有名的阿婆茶叶站在玄光寺，那玄光寺到一大少的时候有没有？大概已经过了30分钟左右。没关系呀、啊。来，我们好好吃一台哈，就是我们先等一下搭圣爱，圣爱二号哈。哦 ，OK，OK，OK， 可以，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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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像是我们的日月新旅馆，同样是5星级饭店啊。骑了4天感觉累不累？
就翻这个山还有点难度，这边台湾这边山挺陡的。翻山你那个公路上不可以走吗？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公路不是不在爬坡吗？爬上来这个坡度很陡，公路的坡度很陡。你一个人过来的？对，先到深圳。啊，深圳再到香港，香港在机场飞坐飞机飞到台北。签证呢？签证签多少时间？14天，15天，可以签15天。那这个就游完转完之后就回去了。对，我1号的机票，2月1号的机票飞香港。哦，对，所以时间蛮紧的。蛮厉害的，等于说这些都有。都有，里面该有的都有。都有修车的，什么都有。你可以去租完要还他，还给他，要交点押金或者押个证件到那里，就 OK。哦，这样子。对，然后我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行，那你先忙。可以。吃饭了吗？吃了，谢谢。我去那个捷运站问一下能不能搭车。我也要去搭车的，我先买点馒头。OK， 我先过去了。按照计划，我今天是必须骑到五岭扎营的，但因为在日月潭逗留的时间过长，骑到普里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中午了，所以我决定到汽车客运站打听一下，看能不能搭车。这样能搭到31某个地点的话，也能节省不少时间。重申一下，我并不是刻意要搭车，如果时间允许，我肯定全程骑行。说回搭这个客车，一开始工作人员看到我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带着一辆单车，是坚决不允许我搭车的。后来我说这个单车可以拆卸，最后才勉为其难的答应我上车。不过前提条件是我得把车子拆解并打包好，这回又被整懵逼了。我去哪找打包车子的袋子啊？然后我在这个城市起码跑了3条街道加3个超市，各种打听问询，终于找到了2个黑色的超大的装垃圾用的塑料袋。这样一折腾下来，又耽误了我半个下午的时间。而且如果我能提前了解到第二天还会被堵在山的那边的话，这几十公里路我肯定选择直接骑上去了，真是一番曲折啊。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I didn't know.20公里，我不知道要踩到几点钟，先往上踩吧。搭了辆车上来的。对呀，啊，所以我今天搭了一段车搭上来，然后再从这里骑到五岭。五岭，哦，刚才他讲的五岭，就是五岭。台湾你好，你好几次？第一次来。五岭是台湾公路的最高点，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之前听好像是司马库斯哎。啊，这里是司马库斯。司马库斯，你们是哪里过来的？新竹。新竹，哦，新竹我有骑到。啊。我从台北出发的。新竹有山，你有骑过吗？啊，新竹有骑，竹北、新竹、竹南，然后到苗栗。苗栗啊。到台中。哦，你来几天了？今天第4天。哦，你要玩几天？15天之内要回。我1号的机票回香港那边，骑得上去吗？对啊，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你要怎么骑？背着多少行李箱？放后面啊，这不有架子吗？就这样踩上去了，还有20公里到山顶。后就下啊。我看等一下不行，我就到上面哪个地方住了。这上面还有村子吗？我有搭帐篷吗？可以。搭帐篷啊。对。吃东西有带。有带。I was fight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changes.